Look here. Look here. Come on! Oh. 3, 2, 1! Finish now! Lord, you can't walk! Hello 的大家好，我马上准备去做皮玩了，然后这两天的新赛季我去玩了一下 CF， 感觉技术不太行了嘛，大家都变得好厉害呀，我不能乱杀了。然后视频里还没有用新赛季的素材啊，下次再用。这要是带男孩子玩一下还行啊，如果是带女孩子玩的话，感觉我可能有点跟不上啊。你们觉得现在我带妹的话会不会有意外啊？这个操作还能不能像原来这么帅？那妹子们还会不会把我爱？实在不行的话，我把这个任务交给下一代吧。那我儿子最近好像想打 CF 啊，我电脑上这个 VGame 不是保存了我的账号密码吗？前天礼拜六的时候，我起来啊，看他登上我的号，在那拍抖音呢。哎，说什么？哎，你们看，这是我爸爸的 CF 账号，改天我也给你们秀一把，什么叫做禽兽巨二代？嘿嘿，果然这个男孩子对枪战游戏沉迷啊，还是迟早的事情。说来也快。他马上就上初中了，现在小孩摸电脑应该没我们那个时候那么简单了，毕竟现在网吧也没那么好进去了。像我们那个年代的话，你拿着你妈的身份证进去交个钱直接就能开机，谁会管你一个大男孩是不是叫刘素芳啊？现在